你要再小点，你自己都出去。这怎么追着？上来了，小混子。搞得怪干净。这鱼混的是有劲。哎呦，那个差点撞到你，搞到我辛苦过了，看着你搞到我辛苦过了，你知道吧？差点撞到你了。把那次把我引，把我引都给倒到了。这么狠的家伙，树枝，快快！鱼跑了，你不要了。差点搞到我的心口窝，有多大的罪呀、啊？要不然还卖不到那么多呢。子弹回一份儿，无论什么网靠这边都不行，都经不起他干。这个家伙太损了，你奶奶的！你玩会我的网，我不让你好过。事儿，什么？后边那个拿过来。哇，这两只。别动！不会的，这样子不能放，这样很容易就跑掉了。他把兜子兜掉了。猛踢！你直接拉，直接拉上来。不能，现在很危险。很危险，他这就跑一半了。好了哈。裤子也死海喽。他妈，裤子不结实。都死两半了。没用，是这种。
一条。你是想放生呢？怪大的鱼，先放生。我挂不挂网？不挂。这样很容易，我怎么看像鲤鱼嘞？混的，像这样很容易就跑鱼。跑鱼好，拉上来，直接拉。妈的！坠子上来的时候，不能让它放。你不放它，你怕网支不住啊？放了没关系，放了很容易就跑掉了。你不放太容易。你不放它才容易跑，放了没关系。差点没拽上来哈。你得让它跑跑劲儿。开膛。哎呦！哎，咋离过来？咋离过来？哎呦！哎，大草上。哎，小家伙。妈呀！乖，怎么叫声那么厉害？当时叫声了。两下要不它累了，它要不动了。管这个分子不小哦。哎呦妈嘞！呸！没淹水。不是，按照这个鱼，刚才我用了陷了它的石头了，我快。新世纪不得用了。这个线呢，到再好的线，到这鱼，到这大鱼跟前太脆弱了。直接提，不要这样拿，这样很危险。哦，完了，我手给理破了，估计跑掉了。你这样不是直接提，他没进兜哦。我知道啊，你那个是应该跑掉了。咦，进兜。恶心，这这么大的，给什么干的？往线子里的，钩子上面手面下不来。我给你切那都好使。我个小皮不要紧，那鱼太大了，还拉不动。这鱼真大。我昨天看着这鱼。我让它多少劲用？哎，再推进去，不能头不拿出来，不是它会跑。哎呀，真是！不要脸的。这扁鱼的，每次打个草鱼，都少一大扁鱼。
筋豆。我感觉豆比好像是鲤鱼。太累了，我哥，我们收吧。白鲢吧？不知道，应该是，应该不像白鲢。确定它是白鲢。那就是白鲢。99%是大白鲢。撞得不厉害是吧？也可能是翘嘴，反正不是草，不是粪。跟那网烂掉了。没烂掉。这条小混子十多斤吧，快快！当然，行吧。我不说。